民这么的气氛，因为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说，政府对于这个产销的制度来说根本没有任何的协助。可是我们查了一下，台北国菜那运销公司的国菜批发市场的这里面的在排价里面可以看到，连续的这样的四天下来，每公斤的这个高丽菜的价钱也只有6块钱，它已经逼近到5块钱的一个监控价钱。川流杯啊，上礼拜的时候陈吉仲才说这个礼拜的高丽菜价要回稳，但这礼拜的高丽菜价到了今天仍然是一个低迷的状况。可是陈吉仲有个新的策略出来，他说年底要公布那登记的政策，也就是说你们农民要种那高丽菜要先跟农委会登记，你登记才可以种，你没登记就不能种。现在就在做什么，难不成农民连种菜都要跟民进党登记才行？这岂不是跟人民公社没两样啦？没关系，来登记啊，国民公我的土地无种，你来甲补助。你嫌我过这个良田，用过老计划来甲补助多。像咱宜兰，你嫌我休耕，嫌宜兰的农民休耕，你袂使一家地34000，压力肥，加万一45000，无人遐俗的啦。你著爱照老计划，可比讲一家地嘛，啊，你请农民落去顾嘛。啊！你都一天看要1000啊，1200嘛，安尼算。拄啊吼，咱议员，歹势，拄啊，我是安尼甲你抢话哩啦，因为我的头壳无好。啊，你若讲过啊，我听到怪怪喵喵哦，啊，无马上反应袂动哩吼。啊，甲咱文山伯讲了就真精彩。迄啰，甲咱阮遐一个议员呢，伊伫顶员讲下骹斗讲咧，对话你嘛遐咪下骹卖讲，啊，你讲了无精彩，下骹斗讲。拄啊，讲到日本。舞蹈核爆区，迄、那个物件要来咱家，讲伤济拢无效。今日伫只新南村长叶庆文哈密瓜的故乡，甲大家讲，即卡西汤洗过较清气，咱底肥来食，食着嘛胃胃，安尼都好啊，解决啦。你讲哦，我讲闽南语，你安听有啊？有啦。即卡西汤本来都底晒咧，咱来甲提好洗好，清气清气就甲抹抹，抹抹完全咧去底拌，啊底拌咱大家底来食。做工真清气啦，咱卖胃胃哦，当回家食。所以讲，迄落物件都唔好哩。对啊，我讲安尼听有啦，真是懂啦。先入为主的观念啦，那个已经装过屎了，再装饭来吃，还是有装过屎。哎呀，做工哦，洗个真清气嘛。是啊。啊，无味啦，拢正常起啊嘛，喂喂，哦。